爸刚说这个翻过来之后，后面都是肉，后面也都是肉。我点是哪些？哇，你看这都是肉啊！今天我们来中壢，然后我们等一下要去那个 X Park。是龙虾，它是活的龙虾。废话，不是、啊，因为有些店家会用死的、啊。哦，真的。对啊，冷冻的、啊。哦，好。它是活龙虾。吓死我！老板说他那个豆芽菜是先炒，炒一炒之后，他想要融入到那个汤底，因为汤底才会有炒过的那个味道。然后现在真的超香的，想要吃一碗烧的。我们今天的话是带全家人，就我爸、我妈，还有我哥，还有我哥女朋友，六个人一起来中壢玩。然后我们是这家叫织田信长，他们老板之前有邀请我，就是说可以来吃。因为刚好我们要去 S Park 嘛，所以因为他这边离 S Park 也近，然后我们刚好过来，然后就来试试看。都是用北海道的稻米耶，杯子自取。哦，他说自取。对，我是倒水。你要哪一个？这个鱼。啊，尾鱼，跟小队长的肚子一样。靠呀，你很棒。这个也很可爱。这都是日本带回来的吧？应该是。这很漂亮哎。老板现在在用虾油，他每天早上提炼的。就是很亮。透明的那种哦，虾油颜色就是新鲜的，是用汤的吗？对，不是，它是用粥逼的，用粥的，用粥哦，等下用粥的。是有刚有喷枪制造过的，酷哦！然后这个是配鸡肉，然后这是一个双人的龙虾套餐。老板说没错，真的很浮夸，真的很浮夸。你看大块，比你脸还大了。我脸那么小，一定比我大。还有。它有一点点盐，咸咸的盐巴，然后炙烧，牛肉味很重，很香哎，很好吃。你吃看鸡肉，可是我很想吃它的面，面看起来很好吃。那你要先把龙虾拿起来，不然你这样吃不到面。好，先把香菇给你。我拿哦。天哪，整块整块整块，不要停，赶快拉起来。哇，够新鲜才可以这样子。哇。是活的龙虾去做的，难怪。天哪、啊！怎样？很厉害。跟之前吃到的一样，都很甜。嗯，很甜。我吃，我吃。香。好。干嘛？你豆芽菜不吃哦？那我吃。他不吃这么多啦。吃一点点就好。他豆芽菜刚刚炒过。这个听说是他们的招牌，就是海鲜粥，来这边一定要吃的。这有点不知道怎么下手。好多松露哦，好夸张哦。应该不用多做解释吧，这种东西应该要难吃也很难。好好吃哎！它都是鲜虾海鲜汤。嗯，你还没有吃到蛤蟆。很浓郁哎，蛤蟆都这么大一只。
它是粥很厉害。嗯，它粥很厉害，很好吃，而且你看它的蛤蟆，哇！哦，蛤蟆很饱满，这家就是海鲜控，一定要来吃这家浮夸系的拉面，海鲜拉面。可是真的很好吃。是的。就它摆盘也很漂亮。我也觉得这个很好吃。我觉得汤头很赞耶。看一下，不要给我吃，要给你加两感觉。什么黑黑的包什么？要问一下老板。它的汤头不是那种很日式，就是很日式那种很浓的那种，介于台式跟日式的中间。但我觉得这样好吃，是它不会盖过那些海鲜的味道，不会日式那么咸。但是又有那个日本拉面纯苦的那种冰的味道在里面，我觉得刚刚好。它那个很好吃的，它那个里面的甘甜的味道，真的是好好吃的。对，要赞。他说是虾汤、虾酱、虾汤、虾油、虾汤，纯的虾油。刚才前面有人拍的，对，很好吃哎，很推，是真的很推。怎么办？看他们的招牌。哇，老板也太浮夸了，好香哦，宝宝，很香啊。又给我淋上去鲑鱼卵，不是，我没有看到蛋，因为我刚才以为就是放好肉就我们就可以吃了，你知道吗？我以为他收回去要干嘛，放葱，然后结果又放蛋，然后又放鲑鱼卵。谢谢，这是鸭胸，这是一百。哦，好，这是鸭胸，这个是一板牛肉，美国顶级的一板牛肉。哇，美国顶级是 Prime 的嘛？对嘛 ，Prime 等级的牛肉，一板牛肉，难怪我刚吃的嘛。然后这是鸭胸，来喽。下面一板。好吃。味道。它蛋黄的那个蛋的甜，牛肉的鲜。还有香，然后最后它有炙烧过嘛，所以有点炙烧的香味。然后鲑鱼卵的咸搭配饭刚刚好。被说过。对啊。啊，是吗？我可以吃一口。好啊。好吃吧？我觉得牛肉很好吃，它是Prime的一板牛。嗯。好吃，牛肉很甜。很嫩。好啦，这是。应该就吃完了。这个是鸭胸。哦，真的，哎，一开始不知道怎么那个，一开始真的不知道怎么吃，对不对？没关系，从这边，它这里是一层一层。哇，鸭胸跟鲑鱼卵，它们的结合是好的吗？很好吃，吃起来好像跟牛肉一样。我觉得这个吃起来就是，哪怕是鲑鱼卵配饭也不错吃，好，对不对？吃一口。先做冰淇淋，哇！谢谢，谢谢。那这是现做的北海道鲜奶冰淇淋，它现做的耶。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甜点是现做冰淇淋，这个你会喜欢，真的、喔，好，我来1000%，一千，哎呦，哇，这么大一口，很绵密，它不是那种很硬，是不是1000%，都是牛奶的味道，牛奶味的后劲跑出来，哇，这是你的爱，这个真很好吃哎。
我也觉得好吃哎，赞。可以再来吃吧。就是它这边离其实奥莱蛮近的，如果你要来华泰名城奥莱的话，可以来吃。然后它晚上还有一家是无菜单料理，所以我们等一下晚上的时候也是要吃海鲜。好，天风很冷哦。走走走，我们现在去 S Park 旁边走。S Park， 这还有饭店。哎，我们的口罩跟这边很搭哎。好多鱼哎，对，它是鱼哎。这边是福尔摩沙，哇，好多鱼啊！这边很多鱼啊，然后很多人在那边拍照。我们刚刚也帮小队长拍了一些他喜欢的照片。等超久的，一堆小朋友都很跑，但没有办法，你要拍好看照片就是要点耐心。上去吗？好，上去。照片可以吗？还行吧。还行而已啊。嗯。我努力拍嘞，都是人。看一下。那厉害哦，不知道谁。背影根本不知道是谁。还有一个是我的、啊，给你们看一下帅气的。聘老师，这张是我。我觉得我帮你拍的蛮好，而且一张就完。这是因为我是 model 啊。谢谢。这个是假的鱼吧？这是鱼吗？这是鱼啊。它叫什么？嗯，喝醉了，它好像在呼吸。你看它侧边，它有呼吸的，有点空。哦，对，它这边呼吸。它是隐形鱼。哦，是吗？你刚没有讲，我真的没注意到它哎。你是觉得它跟沙子很像吗？哎呦，尼莫。看，哎，尼莫旁边那个蓝色那叫什么？嗯，好可爱哦。对啊。哎，你看那个旁边鱼。哪一个？静止不动。它们是什么？游一下就不想动了？他累了吧？还是他在午休？没有，很多只。那个没有动啊，他没在动。都没在动啊，这只也没动，他没动很久。哦，好好特别哦。他为什么须须那么长？跳舞。他须须超长的。哇，你好大一只哦！你看，它好大哦！大王巨足虫啊，它的名字好霸气哦！我想要在我的名字前面加大王。巨大小队长。巨加巨吗？小宝，你看，这更夸张。哇，海底怪物。嗨。这边是蒂莫。嘿。这有几只？一只、两只、三只。四。哦，后面还有一只，四只。啊。好大哦 ，so big。嘿，好玩吗？一般。又一般。你就是这样一般。这还有咖啡厅哎，逛累也可以休息。哎，那边有企鹅，好酷哦！他们这边呢是一个人880块，880块，然后。没有加任何服务费，然后无菜单料理，吃到什么，跟下一次来可能就稍微有点不太一样，有惊喜。对，然后刚老板娘稍微跟我讲一下菜单内容，讲很多啦，有点记不太住，
反正来就吃就对了。有鱼之类的。有鱼啊，生鱼片啊，什么黑尾鱼啊，然后鲑鱼头啊，什么火锅啊，什么。火锅？他说有是另外一家。有啊，他说有个什么鱼头火锅、哦，还是鱼头汤锅、哦，应该是反正之类的。然后还有什么牛小排吗？对，牛肉对不对？生蚝。哦，对，还有生蚝。然后就是感谢老板，这么细心的介绍跟招待。竞选，而且他跟老板说，他们今天下午的时候，时尚玩家来录影。哦，对啊。他还给我看影片。老板刚给我看他的手机，说那个下午的时候啊，时尚玩家又来他这家店录影，然后是时尚玩家自己找他们，所以这家真的是还蛮推荐的啦。哇，鲍鱼海鲜沙拉，先吃主角。这边旁边的熊本生蚝的话是今天帮你们准备的食材之一。好，旁边看到的三只波士顿龙虾是我们今天现场六桌的分量，是在轮休宾客的分量。好，旁边的话，因为我们每天都会有限量的加购食材给客人做加点这样子。那这边是来自爱尔兰的玫瑰膏蟹，那我们今天当年一只原价是980元，然后第二只的话有做半价。那旁边的话是今天的就是限量最后一只的雪场蟹。好，当年的原价是5980一只，特价是一只是4980。OK， 对，那都是给客人额外做加购的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那这边的话都还是火辣小心，然后先给你们做拍照。好，谢谢。这两个是加购的。哪两个？就是螃蟹啊，螃蟹是加购的。这个两个是加购。对，那这个呢？这个是好像他工作在我们的套餐里面的嘛，不是他带回家。然后这个生蚝等一下也会有。我喜欢那、這个。哪一个？这个。那我们加购啊，他说5000几。开玩笑的啦。对，吃不完啦。哎、欸，它在动耶、欸！哎、欸，它会动，它是活的耶、欸。它在动。我的意思是我要把它带回家养。它是很这哎、欸，这跟我们刚带回家养，我们刚刚有看到，你知道吗？刚 S Park 也有看到。哪那么这哪是这一只？是吗？是这只哦，不是这只哦。然后这个还有鲑鱼头的火锅，不是我在夸张，它这个牛蒡小菜啊，很好吃哎、欸。它甜甜的，好像是在吃饼干一样。嗯，好脆哦，很脆，对不对？哎、欸、哎、欸，那我的，我要给我吃了，我要吃下去。是熊本生蚝，三杯搭配的是北海道的海胆鲑鱼卵，那酱汁有做过调味，大家直接使用就可以了。好，旁边这碗的话，帮你们准备的是澎湖的海蛎，最前面第一排帮你们准备的是鹿儿岛石鱼，颜色橘色是挪威鲑鱼，最后一排的话是今天特别帮你们准备的黑尾鱼中腹。新鲜的生鱼片，甜甜的，日本。差不多吧，新鲜的鱼啊，像哪只都一样，鱼是游来游去的、啊。这是要一口塞的意思哇塞，怎么样？很厉害吗？嗯，很厉害。很大颗，塞满了。你还记得你去澎湖吗？澎湖那很小颗，好不好？我的意思是说，你狂吃哎、欸嗯，狂吃生蚝、欸，就真的完全没有那个腥味，它海胆也没有腥味，真的。哎、欸，爸，生蚝赶快吃啊！我吃两颗的，你吃两颗啊？吃下我的那颗。来，转过来，快点！哇，这个太扯了啦！这个，这很好吃哎、欸，小宝的最爱。龙虾，小宝，哇，又是整只。我今天没有吃到熬哎。很好吃、
跟中午一样吗？那真的很好吃哎，招牌。那这边的话，今天特别帮你们准备了盐烤黑尾鱼头，旁边的话是盐烤剑鳍鱼下巴。哇，这个是鲑鱼头，烤鲑鱼头。哎，是鲑鱼吗？尾鱼吧，烤尾鱼头。鲑鱼头。哇，好多肉！哎，对，这个头就要慢慢切。哦，哎、欸，这边很多肉哎。对啊，这个鱼头就是好吃就好吃，在这里。懂吃哦，懂吃哦。对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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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哇，这都是肉。三点椒盐。很嫩，对不对？好，有看到吗？嗯，有看到。怎么样？哇，好奢侈啊！它食欲这样不见了，被你嘴巴吃掉。哎，还有很多胶质，很多胶质，很好吃。我觉得这很好吃，我很喜欢。下巴吗？它看起来怎么样？对。看起来干干的，但吃起来哎、欸，很多就胶质、油脂，肉又很嫩。我爸刚说这个翻过来之后，后面都是肉，后面也都是肉，而且很好吃。哇，你看这都是肉啊！这是鸡翅照烧明太子鸡翅，油油亮亮。这样喷汁吗？哇，里面是都是蛋哎，嗯，神扯哎，你看它里面都是蛋，我以为里面都是肉而已。肉有骨头。对，我以为就是我以为是肉，然后骨头而已。又不是，它里面是明太子，对不对？嗯。咬下去会有惊喜。嗯，很好吃哎，很厉害，看，看得到吗？有，来我再看一次。哦，好夸张。有。这样吃都不沾手，用筷子就好了哈。赞哦！哇，上面都是满满的鲑鱼卵，还有法式的鱼子酱，然后底部的话是蒸蛋，这太多亮晶晶了，小宝。这看起来很厉害啊！对，这很好吃。哇！烫哦，小心。鱼卵爆开了吗？嗯。这家我真的觉得你喜欢吃海鲜的话，真的很推耶，超多海鲜。很好吃，好爱。什么东西？好吃。好吃啊。那这边的话是盐烤带骨牛下拍。我要加两块。要懂，三点玫瑰盐，会太多。哇，这个颜色很漂亮哦。他们的牛肉也很好吃哎。先帮你们介绍软盐蟹花寿司哦。这是他刚刚炙烧过的生鱼片，如果不敢吃生的，也可以炙烧一下。哦，这是鲑鱼哦，好吃。嘿，吃完。嘿，看他有给我脸蛋吗？有哎，好吃，完食。他终于满意了。走哈。嘿，还有他的烤鱼头。对，但是牛肉也很好吃。牛肉也好吃，然后基本上。鲜品哦。它是每一道。就是因为它这边是无菜单料理，所以不知道你们下次来有没有吃到，但我觉得没有吃到的话就多来几次，总是会吃到吧。好，有六次。对，好，继续吃。
们就这样子哦。今天刚好是在中立桃园这边的一日游，有 S Park， 然后中午吃的拉面，叫什么？织田信长。然后晚上的无菜单料理叫武田信玄，很推。然后一定要定位。对，要定位。我们现在是两个场次的，我们是吃五点半那一场，然后七点半还有一场。超多人外面。然后他就是说后面还有定位，所以我们要先赶快离开。但我们也吃饱了啦，刚刚好，两个小时差不多。所以记得要定位。好，那我们就下次见啊。嗯，队员赶快来吃吧，拜拜。今天我们就是来泡温泉的。卷不起来。所以你一直说我很肥吗？这个剩最后一碗被我点走啊，好舒服哦，好爽啊！来礁溪一直泡温泉，戴着蓝蓝的口罩，有粉圆，花生粉。住的这家叫品文旅，它还有加鸭油。花生卷加冰哦，现做的一大名产哦。应该很新牙齿哦，里面很多葱哎，会很刷嘴那种。